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六简肉。今天咱们说了几百个这个无人机玩具，就是可以航拍，它里面是有一个 1080P 的摄像头，然后加上一个飞机，遥控飞机，全部都是全新的，收过来就是这种包装，直接带着泡沫箱过来的，保护措施还是比较好，不怕压也不怕摔，这样的话发货也比较好发。三个颜色，红色、黑色还有白色，里面这个配件是非常的齐全，还有备用的四个扇叶，还有这个护罩支架，包括这个夹手机的用的这个支架，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卡到遥控器上，然后加上手机，还有这个摄像头支持 1080P， 咱们收过来这个属于高配，带遥控器，它是两种操作方式，可以用手机，然后也可以用遥控器。这是我刚刚组装好的一台，组装好以后就是这个形态，四周是有这个护罩，然后底下是摄像头，还有这个支架，组装起来是比较简单。这个视频最后我会把人家这个官方的这个组装视频放上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咱们就开始测试一下这个飞机飞起来怎么样。首先是打开这个开关，往左拨动，然后这个灯会亮，还有四个灯，红色的还有蓝色的这个灯会闪，这样的话就是开机成功。然后里面是有两个说明书，一个是连接摄像头，就是可以预览这个实时的画面嘛，然后有一个这个说明书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开机以后，飞机开机以后可以连接它发出来这个个人热点，没有密码的这个 KY 开头，这个就是。然后连接成功以后再打开它那个 APP 就可以了，这 APP 我提前下载好了，说明书里面有二维码，打开以后它会自动连接，然后点这个 Start 开始，就会显示这个实时的画面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咱们这个飞机无人机动的话，这个画面也是跟着动，就是它拍摄的都是实时的画面。然后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个无人机是支持两种操作方式，一个是用手机操作，也可以用遥控器操作。因为咱们收过来都是高配，收过来都是高配的，都带有遥控器，遥控器距离肯定是比较远。看一下 APP 里面这些功能，有拍照，然后录像，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这些功能，然后点这个就可以直接调出来这个操作的界面，然后还有更多的设置，这里面这些设置我没有细研究啊。好，现在咱们就开始让这个飞机起飞，它也可以语音控制，这边有一个麦克风，摁一下，你看这些指令都可以发送，这些比如说咱们现在不动它啊，就喊起飞，看，加油，我太猛了，这个啊，反正这个就是这个语音控制，可以前飞后飞，你看都可以控制。然后咱们现在就是不用这个，咱们现在不用它这个什么了，刚才咱们没有玩熟练啊，就是这个语音控制它有这个功能，但是咱现在就正常的操作，把这个取消，然后这个是控制这个飞机上下，这个是前后左右，好，现在飞起来了，还是比较稳的是吧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前，往后，再飞低点，飞高点，这个现在用的就是手机控制，
它也可以用这个遥控器控制，用遥控器控制的话就肯定距离是比较远的，然后也可以录像，你点一下录像，现在开始录像啊，这个360度这是啥意思？啊，这个是动力，这个是动力，100%现在是动力最强，它这样的话就飞得比较快。如果再点一下30%，它就飞得比较慢，适合新手。其他的功能我就没有什么研究了，反正大概就是这样。咱们再试一下这个遥控器怎么控制，让它降落。还行啊，飞的是比较稳。然后刚才咱们录下来的这个，也可以在相册里面看。这刚才录下来的，拍的还是比较清晰啊。如果在户外的话，应该拍的更效果更好。咱们现在用这个遥控器，然后试验一下。用遥控器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飞机它现在是闪烁状态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油门推到最上边，再推到最下边。哎，现在就配对成功了。这个灯也不闪了，这个飞机，然后直接就让它起飞。这个是一键起飞的按钮，就是点一下就一键起飞，一键降落。咱点一下，看，哎，来了。你看，用遥控器比较好控制了，就，而且这个手机也可以直接看，看这个实的这个画面。哎，这样好操作是吧？看往下降，还是比较稳的。如果说这个飞机一直往右飘，然后可以微调，看，咱们微调一下，它这样的话就比较稳了嘛，就可以悬空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咱们现在飞一下试试啊，看我这个飞行技术怎么样。我把它降到那个前面那个盒那箱子上面，我降到箱子上面啊。它这个操控还是比较简单的，非常好操控。哎，你看降到这儿了吧？让它飞回来。然后一键降落的话，就摁一下它，就可以一键降落。那降落到咱们跟前，看，一键降落，挺好玩，还行。这个无人机刚才玩了差不多10几分钟，里面这些功能到现在我也没有了解的太清楚。反正这个照相录像我知道，然后其他的你像手势，还有这个应该是陀螺仪，就是其他的这些功能。没有研究明白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拿回去自己研究一下。这个清晰度也还是可以，主要是咱们收过来就几十块钱收过来的，不要跟一些是大疆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那些高端的无人机来比较，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对吧？好，喜欢这个视频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剪肉。视频的最后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怎么组装。拜拜，咱们下期见。Yeah.